想为之即系叫做一味做淡就 O K 咧？即系讲紧系咧，咁你有好多嘅利淡因素喺度，咁个市场咧就我有少少觉得咧，好似几执埋一边地淡。咁但係咧，你睇翻啲衍生工具嗰個部署咧，又或者大家嗰個態度上邊咧，又唔係咁樣嘅一個睇法嘅喎。我都有去問過，即係玩開期指啲朋友啊，又或者係咧，即係佢哋嗰個部署係點樣？喺呢個禮拜四咧，佢哋又諗緊咧，其實咧都係兩邊做喎。如果你问我个消息上面冇特别嘅重大利好咧，你睇淡咧就应该系赢面高啲嘅。咧坊间好多人都就咁话，一味做淡得噶啦，收工啦，就唔使即系谂啦，咁样好似一劳永逸咁样啦。但其实如果真系落场做淡，即系砌过嘅朋友就知道，其实中间突然间一抽，想象中咁止。